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你流宝血洗净我，你爱是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找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耶稣，你是宝贵，你对我真宝贵，你流宝血洗净我，你爱是我自由，我只想天天来找只想要彰显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大家平安，欢迎收看遇见黄韵玲，听见新声音哦。在今天呢，这对夫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我的眼睛又亮起来，为什么呢？尤其在这个时刻呢，要如何省钱，这是最重要的。嗯，欢迎永康还有玉珍，谢谢玉玲姐，还有观众朋友大家。我爱你，我要更爱你。今天你看坤眼睛亮起来，我的眼睛更亮起来。为什么？这我爆料，对，小小姐是永康的偶像，青春期偶像，不能说是儿时的偶像，青春期偶像，有图为证哦。好可怕，我刚刚已经听说了，不要不要，看一下看一下，参观一下。好，重点是旁边的文字叙述，哇，真的是儿时偶像，有没有？不盖你，这是我们家里的剪贴簿，他好珍藏这张照片，非常开心。当他听到他可以跟你搭档的时候，他说：“这真的是最棒最棒的新年礼物。”蓝色啤酒海，哇，一个小孩。节目一开始就失控，这样不好，害我的脸都红了。因为真的，我是那个时候刚怀孕，然后生完小孩，我是怀孕之后生完小孩10年后才瘦。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你现在又比当时拍到还更瘦，还更瘦。对，所以小孩都快六年级，我才瘦，这也很奇怪。好棒！不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今天要请着永浩来带我们祷告。好，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真的心里面平静下来的时间，来跟你进行沟通跟交流。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金融大海啸来临的时间，很多人生活当中没有盼望，在活着当中没有看到希望，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或许这些人还没有听到你的福音，没有认识你，没有获得盼望。求主让他们生命当中活着有盼望。你曾经跟所有人都讲过，寻就让他得着，真的希望在节目里头，透过我跟佩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故事、小经验跟大家来分享，让他们知道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人的生活可以过得非常的简约踏实，更重要的是有基督的快乐。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能够非常充分的彼此交流，请你保守今天这个时刻，感谢祷告向你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所有朋友请打开到启示录第十八章7-8节。哇，今天有主播来到节目当中，应该他们念的会比我响亮了。哎呀，我嚼字一下嘛。对对对，好，我们一起来念。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其实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有一点感慨了，就是说真的，我在这段时间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愁眉苦脸的，每天都在谈，就是哎怎么办，我要去哪里筹那笔钱，很辛苦。然后我甚至前几天坐计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啊，他就拿了一张卡给我，他就说，哎，你如果要叫车就打这个电话，然后祝你快乐，祝你幸福，你幸福我不幸福啊。突然之间对，然后我就愣住了，我说你怎么你不幸福？他说我在等消费券，消费券来了以后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去买木炭买什么。我好难过，我就觉得说连买木炭都要等消费券。对，就是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人心中真的如果没有盼望，他没有一个信心的话，他其实是很失落的。的确，对啊，在今天真的要教大家，其实省钱真的也可以过你想要的日子。尤其是在这波金融海啸，我们是觉得说你教人家投资，教人家理财已经不是务实的方法，应该是从日常生活一些习惯、一些观念的建立，简约，这样才是王道。习惯真的习惯要从生活当中来做养起了。说实在话，投资理财我跟佩珊也是属于启智班级的同学，是白痴，我们也没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也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手边多的钱过，所以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去理，所以也不太能去做投资。但是如果小钱可以省下来的话呢，其实积沙成塔，这是真的。怎么省呢？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省呢？这对夫妻有出了这本书《聪明省钱过好日》。对，其实要怎么省钱呢？我真的常常听说，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常常听到这样的例子，他们呢就是领薪水而已，可是他们却能买3栋房子。对，这个是真的，对一般什么薪水很优渥的人，他真的想象不到。对，因为可能我们就一直在贷款。可是要怎么省呢？对，讲到贷款，那我们就先从贷款开始讲起好了。我们在贷款上，我们有一个觉得非常光荣、非常骄傲，就是我们结婚以后4年就把400万的房贷很顺利的还清了。然后有一点就是我们夫妻有非常相似的理财的观念，共同的价值观，我们都觉得说，我何必勒白花花的给银行吸我们的血抽利息？我们只要贷款了，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还清。所以其他方面我们就用的非常的简单，然后简约省钱，然后每存到了一笔小钱，不是说人家存到什么10万、20万才去还贷款哦，我们是存到2000、3000、5000这种比较小的金额，这样可以还吗？立刻跑去还，然后它变成跑银行还贷款，变成一种兴趣，骑个摩托车。
就去了。没事就去，因为去还贷款的时候呢，有免费的茶可以喝，还有报纸可以看，还有冷气可以吹，冷气可以吹，然后顺便还个房贷跟孩子聊天，是多么好的一个下午休闲娱乐啊！对，后来还有什么观念是错的，所以不用说你说累积到一定要一笔整数你才能还。我觉得这个也许很多人是这样子想法了，但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说，最短时间内把它还完，你就是赚。然后我还有算过，我们那个400万的房贷啊，如果我们真的傻不浪当的20年去把它摊还，跟我们现在集中火力在4年内把它摊还，我们又省了大概150万，等于是两辆车的利息就倒赚回来了。有一次台风天，那时候也是只是男女朋友，他就说我今天没办法骑摩托车来接你，因为外面风雨真的很大，那我开车来接你。是有车的人你要先有心理准备哦，我的车真的是很烂很烂，车门一拉开傻眼。最好笑的是他要给我坐的那个座位副驾驶座上面套了一件25块钱的黄色雨衣。但中心这个观念就是，有钱就还，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有这样的经验，你去领了3-5千万放在口袋里面，隔了3天4天，对，花到哪边你也完全不记得，真的不见，就不见了。你就说左手有钱进来后，右手就去银行了，至少还领了一个还款收据单。可是我觉得现在钱真的好快就用完了，你那1000块，可能一分钟就掏了，你看个电影就没了，看领卡还不够嘞。对，所以你吃饭还不够，所以也应该从吃饭也要开始省。有，还有一个方法，永康真的是做绝了，他就是为了要省钱，做绝了，真的是做绝了，他就不带皮夹出门。好，你不带皮夹出门，你怎么样？可是皮夹不应该放钱，对，皮夹没有钱，对，那他用这个方式来自己节约。那没有钱怎么办？就用老婆的钱啊！哇，你没有带钱就会少花嘛。对啦，那吃东西呢？吃东西也是蛮节约的，能够带便当就自己带啊。都自己做，因为我老婆手艺好。还好啦，还好，因为我下班时间比较早，所以尽量自己做。可是很奇妙，现在有一种叫信用卡哦，所有的人都刷爆了，你难道没有信用卡吗？有，但是没有刷爆记录。我是绝对能够刷卡的地方绝对刷卡，我大概不太用现金的人，因为有个好处啦，信用卡帮你做理财，对，信用卡会有很多的它固定的账单会非常的仔细，对，你每一笔都知道你花到什么地方去，而且有些信用卡公司它会每隔季就是3-4个月或者是每年度，它会有你的消费整理，它会把你的所有的消费的刷卡记录分成大饼图或长条图，看你是用在交通比较多还是餐饮比较多娱乐比较多，或者是贷款保险，他要给你帮他做条状图。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规划一下你家庭财务，想要去做分析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因为你有时候1月份花的钱你到12月一定忘记了。对，而且永康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们平常刷卡那个信用卡单据你可能揉成一团纸团就丢了，对不对？他通通都会整理好然后折起来放在他的皮夹里，然后到了月底放在小盒子里，对，或者是信封里，但是到了月底他一定会拿出来一笔一笔对账，还真的有的时候会抓出来说有一些错误的。这是我在美国养成的习惯，我在美国概每隔1-2个月就会发现怎么多了一笔我没有用的东西，因为很多有时候美国的电话公司会给你 charge 一些额外的收入，额外的费用你不知道的，所以我就会去很仔细的对。回到台湾我保持有这样的习惯，一笔一笔勾。那我现在发现台湾的信用卡公司还算 OK， 但最主要会，如果说有些朋友常出国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用那个机场的贵宾室 VIP， 它本来不是就是附属在刷卡费8000以上会用 VIP， 对不对？对。但你仔细去看，如果你是1月份出国的，2月份才回来，就刚好跨越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多被 charge 了一次 VIP 的使用费，你不知道。都不知道，因为他会信用卡公司跟你讲说，你刷卡记录在1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并没有刷卡购团票或者是买机票的记录，对，所以他就把你那个VIP 的使用是就扣下去了，但是你要跟他证明你是上个月出国的，所以你的账单要留着。对啊，他就很有耐心耶，他会打电话跟信用卡公司讲了很久很久。我这个月没有刷卡买机票，但我是2个月前买的，我2个月出国，现在回来用 VIP， 是你是来回都要算的，你这东西就要跟信用卡公司吵，然后每次都会有给我，有时候甚至还多给我一些那个他们不好意思那个，对，其他红利，我觉得很厉害，这个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应该是从小就是有这样对个习惯对照，习惯是，而且听说两个人认识的时候，我这个佩珊也是被这个你的诚心所感动哦，那当然要的喽，这叫诚心吗？对，这个他从交往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
有为向上的心。是是是，好，我来爆料好了。我们第一次约会，对，爆你，我就是要来挖苦你，来求你的。就是呢，我们第一次约会是上阳明山，你看他也不是说哦带我们去 shopping 或者是吃东西，都不是，他就说接触大自然。对，他说我们做主播的哈，平常没有时间运动，所以我们去爬爬山。我说 OK 好啊，就爬山爬哪里？他说就阳明山七星山，而且要攻顶。好，攻顶之前总要准备一点水吧？对。他就说那我们去 Seven Eleven 买水，我就在门口等他。他进去了以后只带一瓶水出来。哈，说省，跟你不熟哎，我怎么跟你喝一瓶嘞？他说没关系，一瓶就够了。太重了，少来，明日非常的抠门。好，没有想到相濡以沫。好，我们上山的时候真的只是纯同事哦，下山就聊聊聊，觉得还蛮有感觉的，后来就开始交往。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爆料呢，就是有一次台风天，那时候也是只是男女朋友，他就说我今天没办法骑摩托车来接你，因为外面风雨真的很大，那我开车来接你。我是有车的人，对，我是有车。车阶级的哦，不随便开出来啊！对啊，我车很少开出来，真的是不能随便开出来，因为搞不好在路上熄火了。然后他就说：“但是你要先有心理准备哦，我的车真的是很烂很烂。”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OK 好啊，那我就想说等着看嘛，到底有多烂，反正可以开得出来，应该都 OK。好，结果等到我下去看到那台车，真的是有点很差一点就要笑出来，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因为他非常 gentleman 的从他的那个驾驶座绕过来帮我开车门，还有配音哦。好，车门一拉开，傻眼，因为地上是湿漉漉的，好湿淋淋的，雨都已经洒进去了。然后最好笑的是，他要给我坐的那个座位，副驾驶座上面套了一件25块钱的黄色雨衣。你有看过吗？你没有看过约会的时候，男朋友会带有雨衣的车子来吧？好，如果开车有摩托车的享受，你看不一样吗？好，因为整个椅垫啊、座位全部都是湿的，根本没有办法坐人。他那台是泡水车，可是他为了怕我淋雨，还是开出来，把它开出来。重点是我的那个丈母娘跟老丈人，后来当天下午有顺便一起一并带他们回家。后座怎么坐啊？后座还好，也不后座没有那么湿，不抱着书包纸。对。那时候我就跟我那个丈母娘讲说。我以后一定会买辆比较好的车子。他说，那但我也觉得很好，你知道，我从小的择偶对象我就列出来，我觉得一定要眷村子弟，然后要穷，因为我觉得要够穷才会有志气。然后后来碰到他，我就觉得很好啊，符合啊，就说你曾经经过一段不是很富裕的生活，然后你习惯是过着比较简约、比较踏实，才会脚踏实地。那有一天你抓到了简单生活嘛，对不对？对，我从小就过得很简单，对 OK 了。反正就是看准他。所以是家里小时候环境不是很好嘛，就是 OK 啦，就小康之家了。但是因为单亲家庭，妈妈赚钱很辛苦，所以从小就看妈妈这样。她以前刚开始是做保险的，然后。骑着摩托车去收一张保单才2块钱，我们小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钱赚的是很累，就这样一张一张保单2块2块送他出国读书，所以我就觉得，对呀，好感恩的小朋友，就是从妈妈的理财消费习惯，他也就是慢慢的耳濡目染，然后到现在。那所以佩珊呢，你是被他影响，还是你从小也是这样？我一直都是物质欲望很低的，然后平常其实看到我都一定是穿个 T 恤，穿个牛仔裤，然后我买东西就是都买很便宜，堪用就好。秀一下你的鞋子。哎，真的吗？为什么？好，来，你猜我今天穿的这双鞋多少钱？这双鞋是我上礼拜。要请你走。好吧，我站起来，站起来，好了。上礼拜是在那个园林街，然后要走出来吗？对。鞋子。好，在园林街买的，好，一双只要120块钱。真的假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没办法找，你给。200块，对，因为园林街其实有很多就是30-40年的老店，然后是老字号的，然后现在过年期间加上消费券促销，嘴巴没有闭起来，都在做特价。录完影之后，我们去 shopping 好了。好，真的整间它整个就是皮鞋店，就是从120块到最多200块钱起跳，然后从小朋友的到大人的都有。那我们就那天就是一家人去逛，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两双。所以带消费券200块还不能使用，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找零，你要买两双以上。对，要配合政府的宣导政策，多掏一点零钱。堪用啊，然后还不错啊，对啊。对，而且之前我有看到那个报道，就是说你们去纽西兰，对不对？就带小孩一起去。对对，是因为就是把台湾的工作先告一段落，还是没有？是我们想要去，从想要去这个宗旨放在最上面，然后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包括工作。你说我们平常过得很省，没错，的确是蛮省的。但是我们不会让自己过得苦，就是说你要省钱，你钱省下来，你要知道你要用在什么样的其他地方，这样我们有个中心目标，要包括了还房贷还完，还有我们要
打造一个美丽的梦想，带全家人去国外 long stay。 long stay 是没有工作的，在国外是做去三空的状况。那我们要存那个钱，我们从没有钱开始存，存了三年多，存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150万，然后过一年的生活费，因为在那边要租房子，还要买一辆二手车，好，所以平均每一年要再多赚，比薪水还要再多赚20到25万以上才够，所以就慢慢慢慢这样子来做计划。然后存足了钱，那时候跟公司就讲，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公司能不能够谅解让我们出去一年的时间？后来很感恩啊，就是上帝那时候就觉得万事俱备的情况之下，公司也答应。对啊，居然点头让我们两个人哦一起留职停薪，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感恩。可是那个钱我觉得花很值得。所以小朋友也一起去，一起去，我们就全家人。不用上课吗？在那边念幼稚园，一天才3个小时，就去玩一玩就回来了。我觉得纽西兰他们在那边那段时间有个好处是，他们那边学校叫小朋友所有都要 DIY 自己做，包括了帮学校募款。对，他们你知道我们华人家长听到学校募款，一定是自己乐捐。那他们的话是帮小朋友每个人都准备一整盒的巧克力，还有饼干点心，要他们去卖巧克力。那我们刚开始去的话，就是一整盒买下来，分给亲朋好友这样吃。对对啊。后来有一天我去开门，一个3岁的金头发的小弟弟来敲门，他说 ，My teacher is very poor。他说老师，一群跟我出去吃饭，你想啊，好了，我付钱。我付钱啊，对，都会这样。那你的付钱方法，抢付账永远抢输，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有位长辈，他是很厉害，他每次去抢着付钱哦，我来付，结果后来都抢输。对，为什么？他永远是用左手伸右手口袋。右手伸左手口袋，掏不到钱，那慢半拍，可是动作很大，你知道，一边拉一边这样转一转，就哇，动作很大，诚意十足。他说 ，My teacher is very poor。他说老师很穷，可以帮老师忙买个巧克力。好可爱！就看到他的爸妈在远处啊，在后面尾随，在后面看他小朋友在卖东西，然后看到我就跟我打个招呼，其实是邻居了。然后我看，哎，小朋友这样卖也蛮可爱的。可是我给他钱，他就很高兴，他要自食其力。后来我们就要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去学着点，跟其他的邻居小朋友一样，自己去卖巧克力。他们就很高兴啊，就真的一家一家去卖，卖到以后他们觉得自己靠劳力赚到的钱，帮学校去买很多他们画画的纸啊什么的。就更加珍惜，所以他们就有那种观念在了。这是很棒的一个体验。对，可是你知道吗？省钱就是我们要如何，比如说一个不懂省钱的人，他要如何从第一步，他的第一步从哪里开始？改变观念。我觉得书里头我提到一句话，我还蛮自豪的提出这个观点，就是人的价值观在哪里，你的钱又花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包括的家人跟孩子，跟家人的聚餐啊，我们付钱很 OK。但平常的时间我们该省就省，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在婚前的时候可能是朋友，所以我们会把钱花在 KTV 去唱歌，但婚后呢，我们觉得我们价值观是在家庭里面，家里面东西我们就愿意花，其他地方就要省。比如说你就觉得啊，2000块、3000块花出去了没什么，因为真的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小钱，但其实很多女孩子都是在无形之中累积起来就变成一个大钱。对，这个真的很不好。那我跟永康用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平常不随便买衣服，不买鞋子，不买包包，可是呢，我们每隔3-5年可能就一次性的消费，比如说就带个3万、5万，好，甚至也许10万好了，就去香港，好，3天2夜就是 shopping 行程，我们就把自己的行头通通打点好，该买的衬衫套装全部买完，那笔钱花完就回来，然后就不再消费，化整为零，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你才能控制预算。应该化零为整才对，去外面一次消费，对，化零为整就是你带一笔钱，其实你一次花大笔的时候，心里会比较有内疚感，你花小笔的时候比较没有内疚感，但是花小笔的时候买的会更多，我看到很多，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女生，我常常在想说。他们在哪里上班可以赚这么多钱？对，月光族很多。对，然后可以背这么贵的包包。而且甚至是这个每一季都有一个新的。对啊。对啊，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钱。那真的很划不来。你看背一个名牌包，他还计算过，我有算过要花多少钱。这个年轻女士，如果爱背名牌包，我帮你计算一下好不好？如果你背一个名牌包，大概以3万块钱来做起跳的话，算基本款哦，算基本款大概3万块左右，你背一季，因为。通常年轻女生如果爱流行的话，你不可能天天背，包包不可能背一年的啦，对，不可能天天背，背一个一季，一季3个月，3个月的话大概是有12个周末，12周末让你每个礼拜去背2次，
就背二十四次，你3万块除二十四次，你带一次背就要花有1000多块钱。对啊，哎，1000多块，你如果不要名牌，1000多块可以买一个普通的包包，搞不好更耐用。你有算过吗？你看3万块，哎，真的耶，一个礼拜背个两次，你总不能一个名牌包每天背吧，对不对？而且名牌包3万块真的还买不起哎。对啊，你看，对啊，就大概有8万，背一次在1400块左右，亮相一次的代价。对小孩子的教育费其实也是很高的一个，哎，大家都会觉得，就说很多年轻女性问他们，为什么不敢结婚，就是因为怕说结婚生小孩，很多人都不敢生。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你要结婚，而且要生小孩，而且要快生。那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是被媒体的一些数字吓到，比方说生一个小孩很花钱呢，要花1500到3000万才能养一个小孩。身为工作者，我们应该郑重道歉。道歉，真的有这么多吗？我觉得这个数字是被浮夸到一个程度了。我们有仔细的去计算一下。真的实际上1500再打对折，你即使给他念私立的，然后让他高中以后就出门去住宿，甚至大学就让他开一台自己的车，都已经过得非常好了，其实应该花不到700万。我们在书里面有在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去把它计算，从那6大项目当中去算每一天要生活的钱，其实真的花不了那么多。所以你们会有所谓的娱乐的钱吗？有，会有娱乐的钱啊，看电影啊，包括出国一年，包括算2到3次的，钱都算进去了，才花大概700多万。对啊，就一定可以养一个小孩。也就是说，你从媒体上得到的那些数字，不见得真的就是这样了。大家也不要被自己这些数字吓到了。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比较中国人啊，都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嘛，就很喜欢爱面子啊。像有时候你一群朋友出去吃饭，你想啊。好了，我付钱。对，都会这样。那你的付钱方法，抢付账永远抢输，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抢永远慢半拍，永远抢输，好厉害啊！永远抢输啊，这要示范一下动作。好，其实没有。如果说跟朋友聚餐，如果有。真的，如果跟我吃饭，如果有小酌的话，我真的就像你讲的，会变阿萨里，哎，这我出钱了，他微醺就出钱。但如果还有维持一点的观察的话，那就未必了。对，因为我真的看有位长辈，他真的很厉害，他每次去抢着付钱哦，我来付，结果后来都抢输。对，为什么？他永远是用左手伸右手口袋，右手伸左手口袋。掏不到，钱。那慢半拍，可是动作很大，你知道，一边拉一边这样转，就哇，动作很大，诚意十足。哇，那下次我要学起来了，这个还蛮对，不能直接这样子就掏钱嘛，你对，迂回曲折一点。哎，所以省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省钱哦。可是有时候就是去省那个10块钱，反而去浪费了大钱。而且呢，大卖场送的那些 coupon 就是一些可以打折的印花，很可能你会忙到没有时间去搜集，但我们也会。然后我们家里还放。了一个信封袋哦，就是专门把人家给我们的免费的门票、免费的入场券，或者是一些印花啊，或者是吃什么东西可以打折的，通通都把它收集在同一个信封袋里。然后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翻一翻，看截止日期。对，一定要在截止日期之前把它用掉，这样无形当中就是小赚。麦克罗西有个好处，因为卖场很多，大家都会有参加会员嘛，都会会员结账有红利点数，但一般人不会去比较它的行路。那我们的话，除了去卖场当然买生鲜蔬果是最重要，那一部分的价差比较少。那其他的一些像洗发精啊、刮胡膏啊这种民生用品类的话，有的时候打折起来真的很划算，那个价差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通常譬如说要每隔1-2个月的时候要添比较多的，像洗发精啦，或者是其他比较可以摆比较久一点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很仔细看看行路，现在那个时间哪边关于可以放比较囤积比较久的东西，折扣最多，我们就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买蔬菜水果。对，even买蔬菜水果还有分时间点哦。我们就是观察了几个卖场，我们发现呢，如果你要买生鲜水果，礼拜三或礼拜四去好吗？好，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周末人太多了，很多东西都一下就被抢空了。对。但是呢，就是所有的大卖场大部分都是选择礼拜三、礼拜四补货。他会把最新鲜的蔬果上架，然后排得满满满，然后又没有人跟你抢、跟你挤，所以那个时候去选就选到比较新鲜。你好像是有很多 paper， 怎么上厕所也有 paper？ 上厕所的 paper 是因为小朋友刚刚出生的时候，你知道从尿布开始不用包尿布，有个过渡期会尿床。对。那我刚好都是上夜班，播完新闻回到家1点2点了，我会习惯睡觉前一定会抱2个小朋友去上厕所。我刚开始抱的时候呢，抱了一个。按一下马桶，啊，第二个再抱过来，上完之后再按的时候呢，那水还没装满。对，那后来就干脆两个抱完以后呢，都上完了再一次按，发现还省到了水费，环保。环保爱地球啦。就后来全家一次冲，干脆我就他们俩上完以后，我自己也顺便上一下，再一起按。
有的时候问一下佩珊，你要不上个厕所啊？好吧，对，只好去啦。真的、啊？对啊。现在好像就已经变成习惯了。小朋友只要一看到爸爸进厕所了，他们就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也要，然后就排队在门口排队，然后上完再一次。好可爱。只限于小号了。对对对。那如果说像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出来工作好了，他的薪水可能是35000块，他要扣掉他的房租，比如说房租是个8000块好了，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零零总总的，他去唱 KTV 什么的，娱乐费，他这样可以省到钱吗？所以要记账。我书里面一开动，你就先跟大家讲说，你不知道你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你要从记账开始。你记了账之后，你会更了解你每一个月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像大宗的房租8000块就不用讲了，交通费4000-5000，你去全部记完之后呢，你从你最大宗的那个项目开始做节约改变。譬如说房租是省不了的，8000块省不下，对不对？搬家。如果你搬比较远的地方，房租省下来，房租变成4000块，你去衡量一下，如果说你的交通费增加的幅度没有超过4000的话，那你就搬。而且呢，有很多的理财大师，他都有讲过，他们从小就是记账。对，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何丽玲，他的阿嬷从小就给他建立很好的金钱观，就是他就说是那个女大亨吗？是的，是的，就是那个艾米和，他不管投资什么都是赚哦，就是一个很精明干练的女人。他就说他阿嬷教他，女人最重要最重要两项资产，一个就是一定要会管账会理财，另外一个就是美貌。好，所以这两点他都很努力的在做到了，而且很有成就。那怎么训练他呢？他阿嬷在他5岁的时候就教给他一本记账本，5岁哦就开始教小孩子啊，你零用钱花到哪里去，把它写下来。然后到他小学3年级的时候，人家都还在学加法还有乘法，但是何丽玲那个时候已经懂得跟会怎么样能够得到最大的价值。所以你看，完全对不对？这个成绩还有那个理财的差距就拉开来了。但是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就是我也卖过灵骨塔，这是在谈我们的打工经验。只要谈就是佩珊是如何认识这个年轻人呢？他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有为向上的青年，人生过程。这是我们的第一本书，然后他不是说全然的就是理财书跟家庭的金钱观的分享，他有很多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还有我们谈恋爱的过程，有一部分就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要跟读者来做互动。那刚才提到那一部分，就是那刚好是在讲我自己年轻的从学生到后来长大的。所有的打工经验，从这些打工经验开始培养我自己的用钱观念，跟读者来做分享。做过很多很多行业啊，我做的多的嘞。我那个卖灵骨塔是大2，然后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去素食店打工嘛，然后跟大家一样去素食店打工，然后到大学之后呢，我卖过灵骨塔，那是因为看报纸上面征100万年薪业务高手，然后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去那边报道以后才发现原来卖的是灵骨塔。那可是我也知道我再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人脉，也没有什么。我就是贪图他一天去打卡150块的交通费，我算上一个月我什么业绩都不做，我有450块，而且只要去打卡就好，我就可以走了。然后去上他们的讲习课这样子，他是要说培养你去卖，结果我只卖出去一个，卖给我妈妈。哎，可是赚喽赚喽，以现在来看，因为那时候买20000多，现在已经15-16万，对，还是有赚6-7倍的价值。所以你做过很多事情，很多，我还摆过路边摊，在天母卖路边摊的，还有在牛排店洗碗，然后大学教游泳救生员教练都有当过家教，我们语补习班老师当了4年。很多啦，零零总总拉拉，所以他很早就懂得自食其力的道理，到处打零工。哇，所以真的是妈妈真的很伟大，让你去出国念书。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佩珊也的经验也是很多。我也是因为我们家赚大钱了。没有没有，我们家是比较重男轻女哦。比方说儿子就有保险，女儿就没有。虽然我爸妈还是很疼我的哦，赶快特别澄清一下。但是呢，我妈就是跟我讲说，因为家里头其实爸爸的部分是比较没有收入啦，都是靠妈妈在撑。她就跟我讲说，你要念大学的话，你就要自己养自己。我真的只能够养你到高中毕业。她很早就给我这样子的观念。那我觉得也不错。
啊，所以从高中以后我就开始自食其力，都是靠打工来养自己。那打了也是打很多工，但是我大部分都是找媒体相关的，比方说在广播电台当最早班的工读生，然后每天早上就是五点去帮主持人整理一些读报，然后帮他把它改写成比较口语化的东西，然后再骑摩托车去大学上课，然后也有到麦当劳去打过工，然后就是一个小时是70几块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媒体的经验慢慢累积起来，我到对对，就后来就是当初的那些小主管，到后来他们都变成了电视台的中阶或高阶主管，然后很顺利的就把我们引领带进媒体，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找工作这项烦恼过。我们工作机会如此丰富，要多谢我们两个人妈妈了。对，其实说实话也是因为我们的个性比较强，她跟我都老大，我们的妈妈就你知道，妈妈就喜欢跟你碎碎念啊。你知道我今天送你去念什么书，花了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对，什么？你长多高？我花的钱就跟你的身高一样高。我们两个就这样从小比较叛逆。好，说我花你钱，我就不要用你钱，就自己去赚，怎么样？这样，这次要有。除了去纽西兰，还做过什么地方的旅游？一起，我们就是给自己一个规划，一年至少要出国3到4次。然后在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省钱的 paper。假设说你在新闻当中看到某某航空公司即将要开辟什么样的点，好，我们维也纳航线、什么航线、德国航线或柬埔寨的新航线，那就表示即将会有一个首航团要来到。我觉得是很棒的经验，而且呢，能够两个人是价值观是相同的，是很棒。因为真的常常听到夫妻吵架，真的，我觉得金钱观念不合，绝对会是家庭的一个引爆弹。嗯，你一点点用度用的不一样，比如说太太在外面花了什么钱，先生回来就把他骂一顿，或者是说突然之间买了一个什么奢侈品，然后导致于其他出现的短缺。谈恋爱的时候都没什么关系啦，结了婚之后就越来越严重。可是比较难像你们啦，连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很实际的。还会坐泡水车，对，而且两个人喝一瓶矿泉水，这太可恶了。之前有调查，85%左右的台湾人在进入婚姻之前是没有做过夫妻理财沟通跟规划。对，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所以你们结婚前就有做过？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常常就这个话题来聊天，聊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发现彼此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会很快的进入婚姻的状态。但我们真的就是很奉劝所有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你如果说现在还在谈恋爱，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如果说你对于家庭观念，甚至政治理念，甚至金钱理念，如果你们是已经发现很大的不一样，然后常常冲突的话，我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子走入婚姻以后就会很辛苦。不过看到这本书，我还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就是我们的后记吗？对，很多人看到那里会吓一大跳。对，为什么会写这样子的？怎么会突然出现了两封遗书？对，好，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风险管理的观念啦。最近不是有一本书叫爆红吗？就是穷的只剩下钱。对，我们绝对不希望大家到这样穷到最后只剩下钱而已这绝对不是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这就是说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每一天都能够过得觉得价值是饱满的，然后有一些值得感谢的人，然后有一些一直想要尝试去做的梦，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有效的时间之内去把它完成，不要有遗憾。我觉得刚开始我会写那一个关于我们自己遗书那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书名聪明省钱过好日，这三个字才重点，重点是过好日。你省钱省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什么？你未来要过更好的生活，对，提升。你要穷几天？你要穷一阵子，还是穷一辈子嘛？所以你这段时间刻苦一点，省的钱是为了你未来更好的生活，而且可能是为了你身边周遭更重要的人。当爸妈的省钱是为了孩子，那如果身为孩子省钱的话，可能是为了存你自己想要买的东西。所以我们写那个遗书的部分，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其实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反复自己人生活到大概35岁左右的时间，我们赚钱、存钱、辛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谁？所以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写出来，对，不可或缺的人，要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现在省、累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为了什么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那个，因为省了半天，原来是为了自己买更好、更炫的名牌，那就可能不是那么的值得。所以我们把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人写下来之后呢，发现这些人是多么需要感恩的，其实会有更多感恩的心。大家都活着的时候，告诉对方我多么的爱你，我多么的感谢你，这样就没有遗憾。我觉得
现在也许大家真正可以去了解到，价值并不是等于钱。嗯，这个是没有关系，不能用钱衡量。对对对，可能就是说，真的要去做一个整理。我觉得现在有人跟自己讲话的时间真的太少。嗯，对，每天可能就忙着很外在的事情。对，我们朋友有人开双 B， 开得过得很好的生活。嗯，但我更觉得我们去那一年纽西兰，花了也是花了一辆双 B 的价钱，再去那边。嗯，但我觉得获得更多了。对，没有办法用金钱比喻。钱买不到的回忆，所以在买机票的过程当中，也是有经过一番杀价吗？买机票那时候倒是还好，因为纽西兰航线实在砍不下来。嗯，纽西兰 对。所以二位除了去纽西兰，还做过什么地方的旅游？一起，你们常常很多哎，我们对三十几个国家一起去了三十几个国家，对，一起去，因为我们就是给自己一个规划，一年至少要出国3到4次，然后我们就去不同的国度。然后在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省钱的 paper。 讲到旅游，这有省钱的，对，有一些。那像有些团，我就可以建议大家多参加。假设说你在新闻当中看到某某航空公司即将要开辟什么样的点，好，维也纳航线、德国航线或柬埔寨的新航线，那就表示即将会有一个首航团要来到。像松山机场不是明年要恢复跟东京之间的那个？对，成田机场跟羽田机场，对，松山要飞了。好，那你就要赶快留意那个讯息，就会有首航团。所谓的首航团就会便宜，对，而且很好的优惠，对，它会有给你一个最好的折扣。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首航团好，它通常会载一些大官一起出国，然后它就会在飞机上发一些很好的礼物、伴手礼，然后甚至呢，到了落地当地的机场，会有一些文化的表演活动、表演团体来迎接你们，然后你就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像猫熊这次也是一样。对，我们搭首航团都觉得，哎，这机票真的是特别便宜。比方说飞维也纳航线，8天，我们那时候团费只要3万出头，29,900。对，加了机场附加险才3万不到3万3。好，玩了8天哦。然后还有一次是去柬埔寨，还有印度，我们都是搭首航团，是用一般的，绝对不是靠什么记者的特权哦，是用一般的民众上网订票的方式，然后都觉得非常的划算。印度也是在7、8天才19,000。柬埔寨才8000，不到9000块。你要去注意那个讯息。对，所以这个讯息都是新闻可以看到，新闻可以看到。刚好我们在播新闻，所以每天就在那边，那个开始可能新的航线要开始，我们就自己上。对，这个很敏感。你太好，你们太好了，刚好在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然后讲到上网啊，像我自己在那个网页上，我的最爱里面，我就会把一些旅行社通通都丢进来，然后把它集中管理。那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去浏览一下，哎，最近哪个旅行社有什么样的促销方案？如果都符合我们的需求，我们就会去。所以去国外买东西也是一门学问吧？嗯，也需要杀价。一定要杀，不杀就是被人杀。机票的补充就是，有些时候你的假期定下来了，你不用那么早开始，就一定要先把你的机票跟团先订好。对，越距离你出发的日子的话，有时候越折扣越多，越容易得到，因为它票卖不出去嘛，团不满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让步的空间。你知道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他就是在讲有钱人的脑袋跟我们正常一般人脑袋不一样，是吗？不一样，连他的脑下垂体的分泌都其实不太一样。可是不是说有钱人有很多都是因为含着金汤匙出生吗？哦，那种另当别论。但我说的是说，也许是白手起家，然后致富，像王永庆这样，他的那个理财观念真的跟我们不同。好，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正常人哈，我们比如说喝咖啡，每天都有这个习惯，对不对？对。一天一杯 S 开头的那个咖啡比较贵，120到150，好，你可能就买下去了，因为你会觉得说喝咖啡就是我的习惯，每天就一定要喝的啊。可是有钱人他的想法他会看得比较远，他就宁可自己买一台咖啡机放在家里自己煮，他也不会每天去消费哦，他也不会每天去买，因为呢，一天一杯咖啡，你累积30年，你知道那笔钱是170万左右，170万你可以买多少东西？他觉得很 OK 的。对，你买一辆车子70万，他觉得不是70万，应该是200多万。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周边的那些保养啊，一辆车开个7、8年，司机啊，他每年的税金、停车费都算进去，全部算进去。他会用比较远的眼界来想这件事情，他的消费习惯到那里，他就会暂时能够暂停踩刹车。还是省钱比较重要。对啊，不是靠衣服啦，对，靠衣服是没有用的。好，我们把今天的经文一起再来重复念一次。这是在启示录18:7-8，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
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其实就是做我们人能做的事情吧，因为我们真的能做的还是有限的，但是要对无愧于心，发挥到最大。对，真的非常谢谢二位，谢谢，也要请永康来帮我们祷告。佩珊，好，我来祷，来，谢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聚在这边，也谢谢你在一个小时之内让我们和观众有很多的分享跟互动。钱不是万能，不过也有人说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是请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每一个人的家庭里建立最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我们的钱就能够花在那边，发挥最大的价值，而且能够提升我们的精神跟人生的层次。非常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做分享做见证，也保守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每一个人在爱里头成长。感谢你，阿们阿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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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切